Hello， 大家好，我是 JY， 欢迎收看本期的课时讲堂。那么符文法师瑞兹呢，也是我们过去的这个雷电法王，经过重做之后呢，过去这个连滚键盘的这个流浪法师已是不复返了，更多的呢是需要 E 技能和 Q 以及 W 技能的各种配合啊特效打出不同的这个效果。虽然过去这个连滚键盘粘上就是死的这个年代不在了，但是呢流浪的这个爆发依然不低，而且呢因为技能特性让他打法呢更加的灵活多变了。虽然重组有段时间，但是很多人对于流浪可能依然还是不知道怎么对抗，确实和过去的技能呢比较相似，特别是没有这个对抗经验的玩家来说更不知道如何去应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教给大家如何来克制啊这个雷电法王瑞兹。好，那么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瑞兹的优缺点啊。重做之后呢，瑞兹拥有更高的容错率，所以呢入门更简单，对于新人玩家更加友好。但是呢，超高的这种爆发和机关枪的这个机制，稍微被削弱了。Q 技能呢，打出伤害需要更繁琐的前提。E 技能呢，虽然说伤害不高，但却成为了一个核心技能，因为 E 技能可以这个和 QW 互动，但也呢因此呢限制了瑞兹的一定的攻击频率，需要等 E 技能这个 CD， 技能呢射程不算很远，特别是这个控制技能 W 技能，对于远程英雄来说，算是这个短手型技能了，所以呢比较依赖移速，因此呢也惧怕一些自带减速或者手长类的这种配合这种冰量类的英雄。下面呢我们根据上面优缺点啊来教给大家如何克制这个英雄。第一位英雄啊，这个冰晶凤凰啊，对于瑞兹的克制能这个胜率有 61.15%。 那么这个凤凰呢也就是外号冰鸟啊，在这个瑞兹还没有任何修改的版本之前就已经非常克制瑞兹了。不论瑞兹怎么修改，冰鸟一直属于天生克制他的英雄之一。一般呢法师释放技能一定要有这个时间释放啊，这个再少呢也有延时，而几个技能下去延迟积攒成多啊，很容易这个脱离了这个技能范围。对于瑞兹来说呢，超强的连招技能很容易因为释放啊造成一定的这个脱离距离，特别是他的 W 技能，没有 W 技能控制啊，这个流浪呢想将自己的这个伤害最大化的难度也增加了。而这个冰鸟的 QR 技能呢自带减速， Q 技能呢还有额外的晕眩，大招呢还是这种持续性减速，并且呢 E 技能爆发伤害呢也不低。仅仅这两点呢让冰鸟不仅在对线期不需流浪啊，有大招以后呢还可以轻松压制，在中后期的这个团战当中还可以很好的限制流浪的这个输出环境，这也是为什么冰鸟属于天生克制这个流浪的英雄之一。我们说一下出装顺序。那么出装方面呢，我们出门装用多兰戒指加血瓶即可，常规的法师性的这个装备出门没什么好解释的。中期呢以时光杖为核心装备，并选择女神之泪啊来扩充蓝量，保证中后期的魔法值不会太匮乏。这个女神泪呢并不急于合成那个大天使啊，前期呢这个在没有叠起来魔法值之前呢早升级的话性价比并不高。中后期呢将这个常规法师核心装备都出出来之后啊，比如说什么沙漏啊法身杖啊以及什么这个其他想出道具啊，之后呢把这个女神合成大天使就可以了。并且呢在对抗瑞兹这样的中距离英雄的时候，深渊权杖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么如果实在没有选择的，那我们可以出这个帽子啊，一定是非常舒服的。另外呢有一点就是这个大天使和鬼书啊，我们一般会二选一，鬼书呢中期更强，大天使呢则偏向于发育啊中后期比较强势，并且呢适合这个团战前的那种消耗。符文方面呢选择 AP 对 AP 的就可以了啊，红色这边打9个穿透啊，黄色这边是9个成长生命值，蓝色这边9个固定魔抗，精华方面呢3个法强。如果不会控蓝以及用技能比较多啊，黄色这边带几个固定回蓝也不错。天赋符文呢我们这边会选择一个18120的一个点法，点出这个明火之处为主要的这个目的。当然了12180这个雷霆领主呢也非常适合冰鸟，因为冰鸟的这个 Q 技能的二段伤害呢再加一个 E 技能就直接完美可以触发，或者呢 QE 加普攻也可以触发。这个有什么区别呢？简单来说
明火的成长曲线呢，在中后期更为强势，也很匹配这个冰鸟的这个大招的持续伤害。那对于中后期的这个团战提升呢，明显是非常强势的。那么雷霆呢，更适于前期这个帮助你弥补一些这个输出。我个人呢比较倾向于明火之处。技能方面啊，主 E 负 Q 以及 W 有大减大。主 E 呢这个问题不大，W 呢这个可以考虑先加两级啊，再减 Q。这个呢，要求对于冰鸟有一定了解之后，再选择利用 W 技能在中期控场啊、封堵啊这种。如果对墙呢用的不是特别好的玩家呢，建议就你就直接 EQ 满了之后再继续升 W。上升技能方面呢，点燃加闪现啊，这是常规的这个标配了。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实战操作环节。冰鸟呢是比较难的一点呢，就是它的 Q 技能命中率。弹道速度慢啊，虽然说属于 AOE，但是确实命中几率并不是那么大。这里呢说一下简单的操作，普攻后摇的时候呢，接 Q 技能可以稍微隐藏一下 Q 技能的这个攻击前摇，尽可能的迷惑敌人。相比直接扔 Q 呢，可以稍微提高一些命中率。另外呢，就是多加练习啊，熟悉弹道速度，有一定预判能力。一级呢没有太多可操作地方，主要目的呢是以步兵为主的二。如果呢对手比较刚啊，冰鸟一级学 Q 技能而不是 E 技能，可以呢在对手上来硬打一波的时候呢，直接 Q 住对方晕眩啊或者减速，可以最大化降低自己的伤害，而且呢还可以利用射程优势，冰鸟射程有600码啊。QA 的话呢可以反身打完之后就跑啊。二级呢有了 E 技能呢，冰鸟的这个基本连招就有了 QE 连招，E 技能呢配合 Q 技能的这冰冻效果可以打出双倍伤害。这里呢可以用我们上述所说的。这个普攻之后接 Q 技能方法来提高 Q 技能命中率，从而呢间接也提高了 E 技能的这个伤害。之后呢，基本以补刀为主，刀六，QE 这个连招消耗呢，或者说反打这个为辅思路，没有大招支援呢，QE 之后没有这个冰冻效果和第二个 E 技能的这个配合，这个呢在前期并不占光，无非呢就是无非你喜不喜欢这么玩了。那么六以后呢，到了这个发挥的时候了，ER 连招，这个不熟悉的话，你 RE 也可以啊，打出 E 技能超倍伤害以及 R 技能减速之后呢，直接接 Q 技能，尽可能的把敌人留在你的 R 技能那个范围当中。如果担心那个命中率的问题呢，可以在期间直接加堵 W 这个墙啊，逼迫敌人呢往他想要走的地方要绕远。将敌人留在 R 技能呢这个范围内呢，不仅可以将这个 R 技能的伤害最大化，并且等待下一个 E 技能转好，可以打出第二个双倍 E 技能。一套连招打完，在中期呢，基本上可以打出上千血的高额伤害，并且呢，重要的是呢，这个 R 技能的这个减速圈呢，让流浪呢有一种那种尴尬的那种情况，哪怕一点那个减速呢，也会让流浪因为没有办法追上，而不得不这个选择这个放弃，这也让冰鸟呢有了更好的这个消耗能力，而不会被反打，但这个呢，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冰鸟克制流浪的原因之一了。好，第二个英雄呢就是这个蛇女了啊。那么蛇女呢对战瑞兹有59.49%的胜率。那么同样，以这个法术机关枪著称的蛇女，不过呢在目前的版本里面，可以称为法术机关枪的，应该没有人能够和这个蛇女争夺了。蛇女的特点呢是无论说持续输出还是爆发性伤害都非常足，简单来说就是持续爆发性输出。Q 技能呢自身的加速，W 技能的这个减速，E 技能呢这个持续的这个爆发伤害以及治疗自身，三个技能呢都让蛇女完全不需这个流浪，甚至让蛇女呢可以在前期就有一定建树。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蛇女如何来打流浪。首先呢，出门装呢没有太多意外，多蓝戒指加血瓶，注意蛇女是不能出鞋的，所以呢不要总在这个我的直播间里面问我蛇女为什么不出鞋啊，这个也不要说主播真菜连鞋都不出，好吧。这个中期那个装备呢核心其实有冰杖啊，冰杖不仅能够和蛇女本身很配，然后 QE 技能呢持续伤害呢或者和这个短 CD 的流特这种性质吧，都非常容易持续的激活冰杖的这种连续减速能力啊，还能因为这个冰杖的减速对这个流浪的这个伤害更大啊。这个装备呢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简直再合适不过了。其他呢都可以选择小件即可啊，以便后续呢根据局势选择。神装呢基本除了这个冰杖为核心装备，
法船杖必备以外呢，其他装备都有了很高的自由度，除了最好的这个帽子以外，其他各有优点，并且帽子呢并不是这个蛇女的最优选择，大天使呢可谓最合适，也是相当强力的一件装备。缺点呢是需要一定时间发育，后期的这个护盾增强呢也可以提高生存能力，高高的法力值，加以这个浩兰，降低呢蛇女的这个持续作战能力，并且呢在高法力的这个所带来的这个高法强的加成呢是不容忽视的，可谓呢这个仅次于这个帽子加强了。其次呢，同样是回蓝装备啊，但综合能力更强，更适合这个中期打团，那就是鬼叔了啊。那么对于这个频繁作战的局面呢，鬼叔的性价比呢比较高，也容易呢打出优势。那么金身和深渊呢都属于这种反克制这种装备，看局面呢我们来选择。那么符文方面呢，我们选择 AP 对 AP 啊，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啊，红色这边没问题，九穿透，黄色这边成长生命值九个，蓝色这边三个魔抗加上六个成长减 CD 啊，精华这边的法强三个，当然呢没有的话呢，蓝色这边可以带这个固定法强。主 Q 副 W 啊，一点 E 有大点大，然后或者呢可以这个选择当前版本比较流行的这个主 E 啊副 Q 啊，然后这个之后再升 W， 两种点法，这两种点法呢我是一直是偏于后者的，我一直是主 E 的，因为这个版本里面 E 技能就算你断毒了还是能够快速释放。接下来呢说一下实战操作画面啊，这个看一下蛇女怎么来打流浪。蛇女的这个持续爆发呢源自于 E 技能，因为 E 技能呢有额外的效果，就是目标只要注毒 E 技能的这个伤害就会增加。 Q 技能呢短 CD 是最理想的持续让对面这个中毒的一个方式，但是 Q 技能呢是有一定释放延时的，这就考验大家预判了。 E 技的时候呢没有太多要注意的，和平补刀到二，如果对自己的这个 Q 技能有信心，可以前期激进一些，多 Q 一些对面啊 Q 技能，然后前期还是能有一些不错伤害的。其中呢还可以利用 Q 技能呢来提升自己的这个移速加成啊，方便这个你过去平 A 他一下再回来啊，免费消耗别人。二级之后呢，这个蛇女的强势期就开始了，也具备了二级单杀敌人的一个条件。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啊，在这个保证 Q 技能命中的情况下，引燃啊，然后三个 E 技能无脑连招啊，无限 NE， 只要敌人他不是头都不回的跑，单杀就是时间问题。后续打法呢，其实在二级呢就可以体现了，这也是你只要熟悉了 Q 技能之后就能轻松打出连招啊，这个压制这个流浪的原因了。接近六成的胜率呢也是这个原因，有了 W 技能呢可以减速一下对面的这个逃跑的步伐，并且呢可以让你的 Q 技能更方便中，大招呢对拼以及一定的这个留人能力都是非常好用的。但确实呢不怎么影响 QEE 的这个核心连招。出了冰杖以后呢，连 W 技能的这个减速都不用，再也不依赖了， QE 呢即可轻松触发这个减速。好，我们本期最后一个克制流浪法师的英雄呢是这个暗黑元首辛德拉，他的胜率呢是有 57.49%。 那么辛德拉呢是一个综合能力非常强的中远距离型法师，小技能的这个 AOE 短 CD 啊，让他不仅在对线的时候可以轻松清线，并且呢还能在中后期团战中有非常不错的持续性伤害。大招的这个机制呢让他有一定的这个操作情况下呢可以达到非常恐怖的这种这个秒杀的单体的这个状态，指向性的技能呢让别人根本没有办法躲避，短 CD 呢让球女的这个持续小爆发型的那种伤害呢很强，大招的单体爆发呢更是让球女完全不需任何法师，W 技能减速以及 E 技能的这个中距离的这种控制让球女在控制上面更胜一筹。面对流浪这个英雄的时候呢，也会自然而然的成为他的优势所在。总体来说呢，球女利用他的 Q 技能的射程优势可以来耗血，对方激进呢或者是这个逃生呢可以用 E、W 两个技能来留人。出装选择呢我们这边呢
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多兰戒指出门。对抗法师呢，这个一般没有其他选择。鬼书呢，很好的成为他的第一件这个核心道具。优秀的属性减 CD 啊，然后包括这个回蓝以及这个本身自带的蓝量都非常不错。那么常规装备呢，我们可以出这个鲁登回声，提供移速以及 POP 能力啊，最终和属性呢相对不错。第三件呢，可以选择出这个法春杖，以保证大招的伤害不被对面魔抗啊所抵挡太多伤害。适当性的升级鞋子就行啊，然后之后我们可以补齐帽子啊，包括沙漏啊，做出这个更多伤害和这个保命的效果。最后呢，目前版本冰杖呢也还是不错的啊，冰杖也可以提升一下自身能力。符文方面呢，可以选择 AP 对 AP 的就可以啊，红色这边法穿九个，黄色这边成长生命值九个，蓝色这边固定蒙抗九个，紫色这边法强三个。天赋方面呢，我们可以选择12/180啊，点出雷霆领主。囚女呢是一位以爆发著称的英雄，所以呢增强爆发呢是他首先要做到的。所以点出雷霆呢，不仅可以弥补前期伤害，还能稳定中后期的秒杀能力。技能加点上面，主 Q 负 W 以及 E 有大减大。辛德拉呢是没有什么太多可争议的。那召唤师技能闪现加点燃。进入到我们实战操作环节啊，我们这个一级学 Q 技能没有太大问题。一般对于法师来讲啊，这个一级呢很难有比较大的作为。我们一级呢就可以拿 Q 技能去这个消耗对面啊，同时呢我们安稳补刀。那我们一级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这个 Q 技能命中。如果你老不命中的话呢，也要控制下蓝量。二级之后，我们可以选择 W， 也可以选择 E 技能。W 呢伤害和命中率更高， E 技能呢是可以配合打野，关键时刻晕住对手啊，将对面造成击杀。不过呢二级这边呢还是比较选择升级 W 技能。三级的时候呢，你同样有了 W 和 E 技能了，三个技能都在我们手上，我们就有主动权了。虽然打法上可能有些偏于反打意思，但是确实是因为有了 W 和 E 技能的这个加成，让你无论是反打还是逃生更加从容了。当流浪想靠近的时候，我们便是以 W 技能啊加以这个控制减速，并且打出后续伤害，可以利用 QE 呢打出这个 Q 技能伤害，同时再打出 E 技能控制啊，衔接一个普攻触发雷霆即可后退。如果对面打算继续强打一波，我们直接 W 技能减速，让对面根本就没有办法够到我们。六级以后有大招就可以打更主动一些了，在上面的技巧基础上，最后我们可以为了激进而不是这个后撤。E 控制之后呢，当敌人想硬刚时，用 W 限制他的这个走位，保持距离即可。最后呢，利用 Q 技能和 W 技能积攒下来的这个球释放大招，配合两个三个啊，一个 W 接一个 E 一大招，可以轻松的啊杀死对手。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讲堂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新系列视频啊，克制讲堂，也欢迎大家在我的视频下方和微博上面啊 ，@JY 代视啊来告诉我。那么每期我们都会抽取5位啊幸运观众啊，每人赠送10000的这个点券。另外呢，我的直播间地址是熊猫 TV 啊，房间号是6-8，欢迎大家随时到我的这个直播间来跟我互动。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